国产运动品牌纷纷驰援山西，鸿星尔克、安踏、李宁等均捐超千万。近日，山西多地连续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，牵动无数国人的心弦。10月9日，国家减灾委、应急管理部曾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。根据网友爆料，鸿星尔克悄悄给山西捐赠物资，公司不愿透露相关捐款事宜，只是承认捐赠。直到网友发布视频才知道物资已送达。紧接着，李宁集团也宣布，为帮助山西人民抗击灾情，公司决定向山西灾区驰援2500万元现金及物资，助力当地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。